收集纸，收风了。雨妮啊，把你的衣服收进去，快一点。 和外面的同志联系上了，我们要配合他们，做好越狱的准备工作。老丁啊，我们赶快通知其他囚室的同志。好，小鱼，现在有工具了，就全看你的了。我是干钳工的，这点事儿没得说。 刘强同志，这是给你的信。啊，小张。 外面有很多特务监视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这身衣服不是最好的掩护吗？你放心吧，刚才没有人发现我。组织上派我来，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向你了解。最近看报纸了吗？上面发表了你的一些言论，向当局表示感谢，表示支持。 表示不参加政治活动，这完全是敌人的造谣污蔑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我是问心无愧的。你还不能自称为共产党员？根据党的规定，任何同志从被捕时期便脱党了，这一点我想你是知道的。再说，你出狱后的言论和我们党是不相容的。在敌人面前，我没有丧失立场。 更没有做出对不起同志们的事情。希望组织慎重审查我的问题。你冷静一下，党内已经出现过叛徒了，我们不能不谨慎。我来的这次任务，就是代表党组织来调查你在狱中的情况。根据你在狱中的表现和旁证材料，来考虑你的党籍问题。刘思阳。 即使你有过悔过自首的情节，也不要向党隐瞒，应该老老实实的向党交代清楚，让组织上对你的表现做一个客观的结论。我相信你是能够理解的，这对你也是一次考验。当然，敌人假借和谈欺骗群众，把你从监狱里放出来也是可能的。
但是为什么没有释放别的人？连民主人士也没有放，却单单释放了你这个共产党员，组织上不可能不产生怀疑呀。虽然你的谈话发表在一贯造谣的中央日报上，但是无风不起浪啊。我完全接受组织对我的严格审查，但这种污蔑不仅是对我个人，更重要的是给社会产生了不良的影响，造成当局释放政治犯的假象。希望组织尽快澄清这件事。那好，你把扎斯洞的详细情况和你的表现如实的写成材料，以便核实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写。早一点写出来，不但可以澄清你自己，还可以揭穿敌人的阴谋。我们可以通过报界向社会上公布你写的真实情况。报纸上能刊登吗？重庆的报纸也许登不出来，但香港报纸是可以发表的。这次组织上急需要你写的材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要营救狱中的同志们。上饶集中营不是组织过暴动吗？监狱里的同志应该和地下党的武装力量结合起来，里应外合。刘思阳同志，组织上对你的调查做出结论以后，会给你安排新的工作的。已经写好了，你先看一下。我去弄着早饭来。有什么问题需要补充的，我们一会儿再谈。那你把门从外边锁上，还是谨慎一点好啊。没事，只要特务不闯进来，我这儿不会有人来的。